Hello，Hello，hello， 我是慕尼，今天要来分享很多新手困扰很久的灵物选择哦。这样讲好了，在魔镜物语里，灵物啊，除了一些比较难升的高阶灵物哦，大部分的灵物都是可以随着时间升起来的哦。但是在前期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你要怎么样用最少的资源选到最适合自己的灵物哦？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费，所以今天我们就会把游戏里现有的灵物通通解析给各位，让大家知道哪些值得各位优先投资哦。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首先，灵物这里我们先以颜色来分，由左到右为金、红、橘、紫、蓝。最困难取得的是金色等级哦，最简单的是蓝色等级。为了让新手们可以更好上手，我们就先从蓝色等级说起。第一个要讲的是暴怒一级，那这个技能是 50% 可以对敌方单体造成昏迷，满阶后也有 100% 的破甲。虽然这里控场几率只有一半，破甲也只有降防 20%， 但只要你的队伍里面没有什么控场可以限制敌方前排单体，你就可以选择带上暴怒一级哦。搭配一些控场角是有机会在开场就可以定住敌方关键性的角色，虽然只有一只，不过它的升级容易哦，所以暴怒一级在蓝色等级灵物里，我个人是最推荐它的。再来，我们看到第二个侍卫晋级，它是可以帮最低生命单位一位回复生命。萌新初期我们都会用到它，但是它其实不太强。这个灵物我并不建议大家花费资源在这里哦，主要是在紫色灵物以及金色灵物都会有更好的人选可以替代侍卫晋级。再来就是被动了，被动的话，狂徒晋级，它是可以直接帮我们角色增加战斗力。虽然看起来直接提升战力很猛，对不对？不过你会发现，狂徒晋级四阶之后，它每一阶都是加 0.25% 攻击力而已，效果并不是很明显，所以你是不用特别花资源在这里，后期再升就好了。再来，我们就直接看巨熊之躯吧。这个被动呢，是可以直接帮角色提升生命力哦。那其实概念跟刚刚提到的狂徒晋级一样。它是两者都是只会提升角色的初始数值哦，并不会计算到穿装备啊、符文强化等等的，所以你们要特别的了解哦。接着是发展哦，发展是魔法光辉，那这个是用来提升水晶壶的效率 10% 啊，除非你是一个本来就会花钻石把次数弄满的，不然这 10% 提升真的效果其实不大哦，大部分的玩家慢慢升就可以了。再来，我们就讲到紫色等级咯。紫色等级的话就是治愈之礼，那这个就是可以用来完美取代刚刚蓝色等级的侍卫晋级哦。哦，治愈之礼呢，它是可以帮全体回复，并且哦替最高攻击的一位解 debuff 哦。那效益上是远远超过侍卫晋级的。那因为是紫色等级哦，所以是蛮好取得的，用来维持血线算是还蛮好用。在我们红色灵物人鱼之歌高阶之前啊，你去投资治愈之礼其实是相当好的哦 ，CP 值很高。再来，我们就看魔力冲击，那魔力冲击的话，它是用来降攻对方啦。那降攻的幅度不大哦，最多 10%， 最低 5%。再来就是因为这个魔力冲击也有被驱散的可能性哦，效益不大，所以这里并不推荐大家把资源投资在这里。接着我们就看被动的部分吧，狮王咆吼。那战斗开始前啊，它会帮全体增伤加成，不可驱散。那这跟我们刚刚的蓝色等级被动一样哦，概念是相同，只要你有拿到刚好的材料就可以去升它，不用特别换素材来去提升哦。接着另外一个守护光环，战斗开始前帮全体免伤哦，加成哦，不可驱散，那跟狮王咆吼一样，有就可以升咯。再来，我们看发展许愿光环，那许愿的时候呢，它可以让我们多拿到一些素材哦，也会提高你拿到高级道具的几率哦。除此之外，你平时许愿的金币也是有额外加成的，所以对于培养角色是有很大的帮助。在紫色等级灵物里，我个人认为治愈之礼还有我们的许愿光环这两个是我推荐大家可以尽早把它升满的哦。那接着我们就看橘色的魔兽咆哮吧，这个被动是可以用来驱散敌方的 buff 啦，也可以针对已经驱散敌方 buff 的单位哦，添加一个伤害加深的效果，所以你如果遇到 buff 队伍很多的时候，是一个还蛮好用的灵物，在橘色等级里面算是蛮推荐的。接着我们看魔法引爆，那这个是一个用来增加速度的灵物哦，如果你的队伍是需要高速度的话，可以携带哦。再来，它也会提升 10% 的命中哦。如果你的队伍里面本身是很吃技能命中率，是可以培养升级魔法引爆的哦。但如果你队伍里面不吃速度，也不吃技能命中，那就不用特别培养啦。
再来我们就看被动薪资守护，它是用来加成抗爆的灵物哦，对上火队或者是高爆率的队伍，跟前面提到的被动都一样哦，有资源再去升它就可以了。接着我们再看暴击药剂，用来加全体爆率的神级被动哦，只要你的队伍输出本身爆率够高，再搭配升阶后的暴击药剂哦，开局 100% 爆率打对面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哦。如果你的队伍里面不是走高蓄战，是打高爆发的队伍，非常建议及早升满这个被动，很好用，这爆率真的太香了。再来我们再看发展的部分哦，枪火狂徒，它是用来提升竞猜的返还玫瑰啦，像是巅峰赛啊、周冠军赛哦。不过我个人觉得这算是所有发展灵物里面是可以最后再升的哦，效果并不是那么的明显。那我们再看红色的等级吧，红色等级我们就会看到天花爆弹。那天花爆弹它是用来降疗以及禁疗敌方的灵物哦。如果你的队伍本身是没有降疗效果，然后每次遇到高回复都很头痛，你是可以选择带上天花爆弹来克制他们的。接着我们会看到人鱼之歌哦，全体回复有免伤有隔挡盾哦，升上去真的 CP 值很高，是在红色灵物里非常强大的存在，同时也是目前回复类型灵物里仅次于金色灵物心灵抚慰的存在哦。非常建议各位如果有得换，就先把人鱼之歌给它升好升满。接着我们看刺客之刃，它是属于伤害型的灵物哦，效果主要是用来收割啦。那个人觉得效用不大哦，并不太符合大多数阵容配置哦，所以不是很建议去练它的哦。再来我们看剑姬狂舞哦，可以跟燃烧火队有很好的搭配哦，升满有 50% 几率挂上燃烧效果，可以帮助火队延长燃烧之外，也可以帮最高攻击者施加穿甲效果，能够再针对一些已经被燃烧的敌方打出更多的伤害。但剑姬狂舞在非燃烧火队的情况下携带，个人觉得效用无法最大化哦。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携带回复型的灵物，提高续战能力。接着被动仙灵魔力，它是属于增伤型的被动灵物哦，有再生就可以咯。暗黑魔能它一样也是属于这个被动灵物，它是减伤型的，一样有再生就可以。那可能有人会问哦，慕尼这两个人都说有再生就可以了，那这个跟我们刚刚紫色等级的灵物加成哦有什么差异呢？他们都是被动啊哦。那这里呢跟大家统一回复一下，我们这里红色的被动它是属于没有回合限制的哦。那我们刚刚的紫色等级的被动它是有回合限制的哦。红色等级的灵物被动虽然没有回合限制，但是它需要叠层数才可以把它的效果最大化哦。那我们紫色等级的被动它是属于上场就可以直接使用哦，不用再去叠层数哦。不过它有回合限制啊，所以两种等级的被动灵物升级优先顺序就是以红色被动优先哦，毕竟它算是常驻效果嘛，只要你的队伍回合打得够多，基本上一定是可以叠上去的哦。再来金色登基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心灵抚慰哦，目前最强的金色灵物，也是我最推荐大家优先升级的哦，稳定回复以及过于完美的 buff 加成哦，缺点就是它升阶不容易哦，但只要升满真的世界强哦，说是回复类型的灵物天花板绝对是可以的。再来魔域咒杀，它算是 debuff 增伤型的灵物哦，如果你本身有在玩多种 debuff 的队伍哦，这个灵物可以让你的主力输出在攻击已经带有 debuff 的敌方身上可以打出更多的伤害，不过我个人认为这有点像是红色灵物哦，剑姬狂舞的进化版哦。剑姬狂舞的话它是增加 6% 的爆率嘛，那我们的魔域咒杀它是只要有一个 debuff 哦，就会增伤 5% 哦，那最多是 30% 上限，听起来是很高，但是你要让对方在同一时间挂上6个 debuff 其实还是需要一点点的运气哦，困难度其实是蛮高的，充其量可以说是让不足燃烧火队的玩家除了我们的剑姬狂舞之外也可以有魔域咒杀的一个选择啦。好啦，那目前版本里的所有灵物都已经分析给各位了，这边就帮大家整理一下哪些灵物适合各位选择吧，那就从取得容易的蓝色到取得困难的金色依序介绍咯。蓝色我会推荐大家优先升级暴怒一级大于狂徒晋级等于巨熊之躯大于魔法光辉，那紫色的话我会建议大家优先升级治愈之礼
大于许愿光环，大于狮王跑吼，等于守护光环。那橘色的部分，我会建议大家优先升级暴击药剂，大于魔兽咆哮，大于心之守护哦。那红色的部分，我会建议大家优先升级人鱼之歌，大于剑姬狂舞，等于天花爆弹，大于仙灵魔力，等于暗黑魔能哦。那金色的部分，我会建议大家优先升级心灵抚慰，大于魔域咒杀。那要注意的是，我们一个队伍就只能带四种灵物，所以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再挑四种就好，依照自己的素材再做选择哦。那这四种灵物配置，大致上就是放两个以内的回复灵物，另外两个就看你的队伍是缺控场还是输出。哦，再补足就可以了，这样就能凑齐四个咯。那一些我没推荐到的灵物不代表它就不强，只是我个人理解起来觉得没有这么强势，所以就没有提到哦。那也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讨论分享，我是慕尼，我们下次见，大家拜拜。